城墙，在左前方有两座小一点的石峰，其中一座恰似一位老人的头像，另外一座像一只他举起的左手。此时此刻，这位3亿8000多万岁的老人正高举左手向大家招手示意，欢迎朋友的到来。左前方圣经明边，人游山峡里，宛如画图中，十里画廊峰峰相依，层层相叠，锦绣峥嵘，万山丛中，一年四季，各色彩绚丽，峡谷暖和，